I told you, you're gonna die for it. I choose to run toward my problems and not away from them. You don't know what I have to put up with, because is that what heroes do? For Asgard! Don't wander me. I know you are there. I love you.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 AI 网站做出 AI 电影片头。你可以选择 Leonardo， 也可以选择 Midjourney， 当然 Stable Diffusion 也可以。利用 Runway 加皮卡图生影片，目前这两个我觉得最好用的。我用 Midjourney 做图，打上你的提示词，选择你要的风格图片，可以用同种子生出同风格图片，加放大，可以用18:9或者16:9。Runway 上传一个图片，我们按产生，产生完之后它会在你的资产里面，或者是我刚刚生成的，它有时生出来效果脸不是很好，这个就会变得比较模糊一点。好，效果见仁见智，当然还是有好的。这时再结合 P 卡两个结合，效果很 OK 了。在我资料里可以看到 ，Gen 二就是 Runway 影片，其他用 P 卡所生成的 ，Pick 生成的影片，而且它还有浮水印，浮水印影片裁切就可以了。再用到 Text， 帮你要生成的句子文章，复仇者联盟经典的十句话。我们看到这个网站 Eleven Labs， 这个是克隆声音的网站啊，很多配音模板，目前没支持中文。右上角先登录信箱，免费就可以使用配音的模板，差别在于收费可以即时克隆，也就是说放一个 MP3 的说话音档就可以快速的克隆。免费可以生成三个音档，我们点 Voice Library，这边很多语音模型可以选择，可以选择男性或女性，然后也可以选择他的年龄，甚至他口音有美国或者是印度的。那我们先试试看第一个。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a good mind. The main thing is to use it well. 我们听女生版本的。Everyone thinks of changing the world, but no one thinks of changing himself. 每个声音都是不同语气的。都有备注的声音的语气。再来看到 Voice Lab， 用 AI 创建的自己的声音，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，选择添加，这边有个叫 Instant Voice Cloning， 只要点进去添加一个你想要克隆的声音，输入你的名字。他说音档品质相当重要啊，但我都用一分钟说话音档。你也可以描述这个声音是什么，你就按这个同意，我们就 added 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我克隆的声音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如何啊。比如说索尔选 USE， 然后它就会出现索尔，这边是它的模型，也可以调高声音的清晰度。这时候你可以添加个的句子，我们把它贴上去，我们直接按生成就可以了。I would rather be a good man than a great king. 有没有听到完全就是索尔声音啊？你的声音有背景音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软体，我也会放在上方连结。这软体是可以消除背景跟伴奏的音乐。AI cloning 唱歌必备软体，建立两个资料夹，把声音档放在一资料，选 input， 选择一资料夹 MP3 档案 ，output 选二资料夹。这个选 Demux， 然后再选 V3 模型 Model， 这边再选 Markdolls， 然后选 GPU， 很快它就帮你弄好了。第二个资料才会有两个，我们选第二个前进声音 Vocals， 第二个没有背景的部分，然后开启你的任何的剪辑软体，我们就可以做编辑哦。选择适合的口型跟句子，我现在已经做完了，
这是我做好的 AI 电影，有点恶搞复仇者联盟。好，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分享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我下次见哦，拜拜咯。